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这里是黑衣侦探。今天 3.7 新深渊的角色配对使用率终于是出炉了。如视频所示，本期的榜单第一名毫无疑问又是小草神纳西达，好家伙，97.8% 的使用率以及 95.6% 的持有率，这数据真的比上期还恐怖，真就是主角之下的第一人了呗，五星角色。接着就是万叶班尼特叶兰了，本期这叶天地可谓是再显神威，使用率直接从第六干到了第二，毕竟下半的复刻池即将上线嘛，这策划肯定是要抬一波的。叶天后的话变化倒是不大，本期是仅次于六星战神班尼特，毕竟是现版本水府的第一人嘛，排第一梯队的 S 加那都属于是常态了。然后是行秋和香灵，本期是平民的破盾刚需角色，使用率大幅提高那是必然的结果。接着是钟离和新海，也都是熟面孔了，自从圣海兽常驻深渊，大家队伍的生存压力陡增后，这两位也是常年的 S 级角色了。第二梯队接着是雷神和白竹，别看白大夫人家的卡池流水不怎么样，但这深渊出场率的数据着实还是挺坚挺的。然后就是灵华深鹤，这永动队的二人组以及胡桃艾尔海森九七人这些老面孔了，然后那就真的没有然后了。这次的 A 级第三梯队就只剩四个人了，神子、灵人、公子、尼禄，使用率也都没破30%，哎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呀，毕竟这期深渊里的粪怪策划实在是塞得太多了，大家要想不超时那就只能上压箱底高亮度的老角色了呗。不少老哥都在官方社区吐槽道，这期深渊是哪位大聪明设计的，你说这让平民玩家怎么玩，建议下次前瞻也别放什么新资讯了，干脆直接让策划自己来直播打深渊吧，那效果绝对比播片好。本来吧这几个版本就长草，你这深渊还是记得这么变态，这是什么个意思，真就赶着让大家弃坑呗，难道策划你真的以为那个打牌玩法很好玩吗？扯远了，那接着咱们就来看一下本期深渊的队伍使用率吧。可以看到榜单第一名是神里永动队，然后是老牌的万达国际组合，毕竟要靠万叶到上半去聚怪嘛，要不那几个小怪是真的拖时间。然后就是小草神国家队以及胡星中的组合了，主要是为了凑齐水火草破下半身最近离者的护盾用的，至于后面的这几队基本都是以上配对的变种版本，大方向上也都是大差不差，也就是上半的组合能多一点，如雷九万般海格神子的激化队，下半的话火系角色要么带拜尼特香灵，要么就是胡桃萧公，草系基本都是纳西达，水系基本都是叶兰或行秋。那视频的最后咱们就来看一下压箱底的第五梯队吧，客情瑶瑶萧上仙稳居前三，本期的人气猫娘启良亮排在第四，至于迪西亚和尤拉依旧还是老样子，与昔日版本之子迪卢克老爷相依为命，不多说了，老黑最爱的大剑御姐那真是一个比一个混得惨，别的角色人家好歹还曾经高光过，迪姐呀迪姐，你说这策划还能让你翻身吗？那好的，视频制作不易，还望各位大佬点赞三连，咱们有缘下期再见，拜拜。